要享受大厨风范的美食，就要去大厨风范。King's Kitchen 大厨风范自助餐，超过200款中西泰日美食，环境舒适，自嘲装修摆设，令你食欲大增。皇帝式的美食尽在大厨风范，地址位于8261 Woodbine Avenue Unit 8。订座电话905-305-9232，诚特招职，唯有大厨风范。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，在太空中两人住，活到1000岁，都一般心醉，有你在身边多乐趣。共你双双对，好得戚好得意，地冧天崩当闲事。就算翻风雨，只需睇到你，只见阳光千万里。有了你开心啲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。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是阳光空气。有了你开心啲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。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是阳光空气。哇！耶！系咪冧晒咧 ，Maggie 啊？系啊，我所以我已经唔记得咗佢嘅名名。佢系零舍唔同嘅，系啊！我哋今日好高兴有唔同啦上到嚟啦 ，Dennis 啊，同我哋咧分享咁好听嘅歌啦，同埋访问噶。系远道由香港而嚟，其实佢系由加拿大飞翻香港，香港又飞翻过嚟。系啊，不如你简单介绍下自己先。好啊，咁 Hello 大家好，我系 Dennis 吴彤啦。咁其实系而家喺香港系一个创作歌手啦，咁亦都有主持一啲电台同埋电视嘅节目咁啦，系啦。咁今次好开心咯，可以翻到嚟，因为咧。個感覺有啲似咧，係翻翻嚟依個家鄉咧做宣傳咁啊，唔同感覺就好似麥當娜翻依個意大利做宣傳。但其實你幾耐冇翻過嚟？對上嗰次就係2007年啦，咁同阿 Joyce 李洛斯就喺依度一個慈善嘅音樂會啦，咁都4年前嘅啦。咁但係真係自己嚟翻嚟加拿大做宣傳，今次真係第一次，所以好開心。咁今次算唔算係即係一半做嘢一半探親嘅？都算啦，因為其實今次原本翻嚟嘅目的咧，就因為我細佬喺 Calgary 嗰邊就畢業啦，大學。咁我哋就一早 book 咗噶啦，預咗翻嚟，即係就去 Calgary 嗰度睇我細佬嘅畢業禮啦。咁但係跟住翻到嚟覺得啊冇理由嘥嘅，咁要用盡佢。咁於是咁巧啦，咁喺依邊又喺12號，即係喺跟住又會有一個商場 show 咁啦。咁所以就順便過埋嚟做埋 show， 做埋一啲宣傳咁啊。咁好得意喎，其實咧唔同咧係一個嘅創作歌手嚟嘅喎嚇，但係咧佢喺加拿大讀書咧讀 psycho 嘅喎，點解無啦啦讀完 psycho 翻咗再翻向香港讀呢個傳訊啦、傳體系啦，然之後再轉做歌手咧？點解會有呢個諗法？其實咧communications 就係做咗歌手之後先至讀嘅，咁但係 psycho 就真係中學嘅時候跟住就已經報咗，咁我喺 Western 嗰度讀嘅。咁點解會讀 psycho 咧？嗰陣時原本諗住冇，因為由細到大咧中意玩音樂，但係冇諗過真係會做到歌手，即係冇諗過做歌手完全。咁然之後就嗰陣時諗住係做咩咧？就係諗住做依個 high school 嘅 counselor。即係輔導啲問題學生咧，輔導員，有輔導問題學生，其實主要針對係女校嗰方面。哇，正啊！即係講到話作歌咧，咁你嚟緊咧就會出碟啦，因為之前出過碟啦，咁嚟緊9月就會再出碟。咁今次新碟又有啲咩構思咁樣啊？新碟會沉翻啲啦，即係成個感覺會實在啲，同埋咧會講翻多啲同香港社會息息相關嘅嘢啦。即係嗱喺加拿大嘅時候，即就算今次翻嚟，更加感覺到個 difference。即雖然知道而家多倫多樓價貴咗好多嚇，咁但係咧，如果同香港比咧，即香港
你可能就算個人工同加拿大一樣咁咧，咁但係即已經係賺好多噶啦。如果可以嘅話，咁但係喺香港嘅樓價實在太貴啦。咁於是變咗喺香港同埋香港人多，個地又細咧，咁於是大家都係個壓力係好大。咁所以今次寫嘅歌都會係講翻一啲我哋生活中裏邊嘅嘢咯，即係例如我哋面對壓力嘅時候應該要點啊，或者甚至可能會有一啲情緒病，例如 depression 嘅時候又會點樣去面對啊？咁即係都會係一啲比較生活上嘅嘢咯。咁到去同上一隻碟啦，《我們的獨立時代》啦，加拿大都應該揾到嘅，係咁大家可以買啦嚇。咁呢一隻咁啊，同有乜個分別喺邊度咧？呢一隻係有幾多首係咪全部都係你創作嘅咧？係啊，依只碟都係全創作啦。咁其實《我們的獨立時代》咧就已經係我第五隻唱片啦。咁依一隻咧點解叫《我們的獨立時代》咧？其實就係每一首歌咧就講緊一個行業嘅裏邊嘅獨立人嘅故仔。哦 ，Indie 啊，即係如果大家講起 Indie， 可能會諗起 Indie Singers， 即係 Independent Singers 獨立歌手咁啦。咁我自己係獨立歌手起家噶啦。咁但係其實咧喺各行各業裏邊咧都會有好多 Indie 人喺度嘅。咁例如最簡單，即係除咗歌唱界會有獨立歌手之外啦，咁電影界又會有獨立導演啦，咁所以例如話幫其中一套電影《安非他命》寫咗一首主題曲啦，咁其實就係一套都係一套獨立電影嚟嘅，咁然之後又可能舞台劇又會有獨立演員啦，咁甚至可能係到飲食界啦，咁大家可能會見到好多連鎖嘅快餐店啦，咁但係喺香港而家仍然都會有一啲私房菜，係啦，又或者係一個獨立嘅士多，或者係一啲獨立嘅小食店，咁佢哋面對住依啲即係依啲連鎖店嘅。衝擊，即係或者大係 corporations 大嘅機構嘅時候去衝擊嘅時候，咁佢哋又點樣去面對咧？咁依啲都會係一啲好有趣嘅嘢喺裏邊咯。咁但係我想知喎，因為平時咧，即係而家其實做歌手喺香港咧真係好難，我覺得咁講係好難生存，係生存係好難嘅。即係如果係商業化啲，個個都寫情情搭搭啊、愛情啊，咁但係你又唔寫呢啲歌嘅喎？少啲啦，今年就會即係都會有一啲愛情歌，但係可能個愛情。都可能只是一個包裝，咁裏邊都會係一啲比較 message 嘅嘢咁咯。咁你會唔會覺得真係好難咧？即係做香港喺做歌手，係咪比你想象中更難咧？我自己就會比較好彩嘅，因為我其實未做歌手之前，除咗做過節目主持之外啦，咁亦都有做過幕後，即係例如電影宣傳啊，或者係唱片公司幕後咁。咁所以其實我對依一行係真係有做咗好幾年啦，對依行都。比較都幾熟悉嘅，佢個運作，咁所以變咗到我自己真係出嚟做歌手嘅時候咧，其實都已經即係有知道 expect 啲乜咯。其實最對歌手最大嘅問題，可能你第一年出嚟特別係大唱片公司，咁佢可能會投放好多資源，你會有好多憧憬啊，你會覺得啊未來就應該要係咁噶啦。咁到第二年，原來係冇嘅喎，依件事，又或者係原來好多嘢唔係你所想象中可以 achieve 到嘅喎，咁點算咧？咁其實就會好彷徨。咁所以喺我身邊有好多歌手都會有嗰個彷徨同埋無助嗰種感覺。但係做咗咁咧幾年啦，幾年間裏邊啦嚇，咁就係我就係好奇嚇，好好奇一樣嘢就係做歌手或者做藝人咧。面對傳媒嗰樣嘢啦，係咪自己要言行要好啲咧？要下下都及住有人影住咧，咁樣咧？我覺得咧，其實大家又唔好諗到話真係出親街就俾人影嘅。咁我自己就即係其實記者香港記者好得意嘅，佢會睇你係邊類型。如果你本身是一種是非型的藝人咧，咁自然出親去就俾人影啦，搶住你去啦，係啦，咁同埋一定會寫好嘢啦。咁但係例如我依一類可能真係比較創作啲嘅，唔係話真係好高調嘅，咁佢哋又會覺得寫你衰嘢都冇意思啦。咁變咗就大家個關係會好少少咯。咁同埋都係嗰句啦，即係除非你真係好紅好紅，咁佢非寫你不可。咁否則嘅話，佢冇需要無啦啦去針對你咯。咁同埋例如你見到一啲可能比較即係好一線嘅歌手，好紅嘅歌手，點解會硬係俾某一本雜誌針對呢？其實有好多時咧都係喺後面有一啲政治嘅因素，或者係一啲商業嘅因素。例如咧，例如啦，即係大家可能有陣時會睇到啦，即係話。A 歌手同 B 歌手一定有分愛情啊咁嗰啲，咁但係都係喺某一本雜誌度出現嘅喎。咁其實好簡單，可能嗰本雜誌自己本身都係一個娛樂機構，咁所以佢係一個作出由一個商業元素作出呢個決定咁。